啊，你们现在就是在聊天室直接打复仇者或者是龙族或者是吸血鬼进行投票。我们看一下大型 A O E 两张的启示录，好吧，启示录够强了，不需要拔它吧？什么 mod 又？好了，这边有点难，交给你们好了，交给你们，你们，我看左边右边比较多，你们直接打，不用投。左，左边，清一色都讲左边，不行啦，我就是卢泽，我都已经嘴他很烂。卢泽，除非他准时来，然后开那个三费回复血，我才觉得他强。有，佛奥多斯其实你可以把他当成是四费的当，就当成重者。有，上吧，啊，右边，上吧，板壁。哎、欸，这时候是要先开那个，猜猜看我会几声。投票正在进行，我大赛会几胜呢？请利用 mod 的选择。什么小猪方面直接投零胜，什么概念？それじゃ始めようか。お前の面ここで尽きたね。很像大家都蛮聪明的，都选那种平均值三啊之类的。哎、欸，这个绝对可以留哎、欸，留两张结场会太浮夸。可是我觉得他们各有优势。一胜现在只有一个人投。什么是布丁？壊さ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るよ。什么？他直接尼古拉了哎、欸！我看了什么？幸好我有选一区。哎、欸，这有点扯哎、欸。我装不顶。反正如果他想要打满级，他有可能自己送尼古拉。你看，壊さ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るよ。役立たずでしたよね。依序进化。接棒！对啊，我应该要留自残的。算了，没关系，我们要宁愿求防。做死柱也有群，留群是有好处啊。死灵还蛮多各种游戏的东西。你怎么又来一只？好，不管，我们先阿梦加德，武藤阿梦。然后卢泽，我觉得要开掉。然后等等就做三加三，然后开始撑场面。开始塔罗西，阿梦加德有点强。嗨嗨，安妮，爱银轩。不过如果有阿梦之后，其实也不需要那个群袭的 A O E 了。对，换个角度讲也是这样。我觉得麻烦的是他等等会直接拍那个叫什么奈诺之冠，那应该会直接奈诺。那自残够吗？
欸，等等，大卡斯是另外一种，欸，尼古拉自杀团，怕爆。我は軍神、火炎の化身、憎悪を知れ。楽しめましたか？然后补血两点。壊さ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る。我差一次自残呢。壊さ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る。等等，如果阿拉加尾加上女将可以斩哦。这样的话是六点十点，然后嘣结束。哦哦，那我觉得他有可能拿双爆花。一二三四，对，他现在还没有拍那部《最终幻想》拿熊爆花。我现在前面打那么凶啊？壊さ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る。他不解吗？不甩。哦，他不用狂动也可以跑哎。そして入れ、根こそぎいただく。まだバンピーちゃんに勝てると思ってるの？ピ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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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ピ。すべてが獲物。近づきすぎた。いやー、一点血。啦啦啦啦，跑啦，哪只不跑？我的圣残都是阿拉加维给的，你的圣残应该都是阿梦给的吧？阿梦超夸张哎，阿梦就像帮我打了九点伤害，赌输了，哎，蔡林胜的下去喽，林胜都下去喽，蔡林胜的拜拜喽，有七个人蔡林胜哦，十五张以上。許しは痛みの先にこそ。阿梦，阿梦，阿梦，阿梦来了。阿木会被消失，管了不管了。哎，阿木会变手机，我太快了，看到哈尔就想丢。阿木，左边啦，教母，拜拜，教母。阿木，我们赌对了好吗？所以这一手没有错，没有错，就知道这样打，这样才可以给对方有压力。阿梦越早出越有压力，我觉得这个他是要把我坑到三血。拉！他直接锁我哎！那你223，好不好？好了，不管了。授業を始めます。バンピーちゃんはすごいんだから。よそ見はダメよ。邪水様、全力で。君はせぬぞ。等等，巴丰特，好凶！现在不需要，先铺场。俺が獣だ、獣が俺だ。私は持つ儚き雪が毎日。え？なんか、かなり怪怪。かなり怪怪。不管了啦。一緒に戦おう。反正会补两点，流进化点的话。
阿拉加维打六加一六七点加自残十点，下游河可以直接狂浪战士阿拉加维搭配伏命之锁直接斩，加上阿梦加德的效果。对吧？不行，他的场会被我解掉。对，没错，直接阿拉了吗？然后就算他世界也不怕阿拉。就勝ってやる。傷口より奪いましょう。すべてはお姉様のために。世界优化里。真的有世界。創生は来たり。ますます欲しい。哦。每次看到世界跳出来，就觉得会不会有优化你？不会吧？不会吧？启示录是不是赢了？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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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一啊，没有，不用四分之一啊，直接不死就好了，这边就斩了。哈哈哈！一。一加九，其实我刚，你知道我刚才一直第一个想在想说，骑士路回 PP 有没有机会呢？回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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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会炸掉场的那一只。这是什么游戏？哎，攻击力最低，两个都攻击。他坑我。像是有点，像是有点哑巴。我们直接炸起这种，直接堕落他，然后起司，哦，第十回合，赢了，这样就赢了，已经赢了，因为我死过阿梦 ，go go go， 然后这边其实直接空过也赢，啊，我没有讲错，这个没事没事没事，要打这个。呀，是胜了！耶耶，忘记阿梦效果，太极端了，晋级 A 组。前面一直阿梦阿梦阿梦，然后马上一个忘记，现在就看四胜了会不会也下去了？居然四胜了，无法接受。哎呦，对方是真露娜哦。我觉得这个要刚换个上线哦，才打得赢他。这应该真的很强。无敌。二倍。吸血鬼蜜月蜜月蜜月。啊，蛮担心我打到没牌。现在是贝西模式的结晶，就可以打个二加二。接
皮尤拉站起来咯。我在想他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什么凿绝者，然后不敢进化，麦古吉美拉。其实他们如果要保血量就打吉昂，但我觉得我先攻已经够亏牌了。被吉昂杀。全力で。俺が獣だ。獣が俺だ。好了好了好了，等等可以吉昂，等等一定打吉昂，然后再看怎么做。我觉得可以卖血，然后之后靠补充。是不是还不错？他会叫无限奇美拉，又来奇美拉了。如果还是雷杰，真的会超多 一堆那个小骷髅还没戳我。打不了吧？欸，他怎么叫错了？但是我好像只能暴虐。怎么对面加油？应该帮我加流吧，雷姆。下回就把他控到，就是我不会被秒掉的血量加呀。哦，他开开了贝洛斯车。这个有点。やばいやばい。節制なさい。真理こそ無益。放着，放着啦，放着放着。双姐感觉还是很痛。放着，他感觉有得抽吗？没有没有。起司按摩，然后进化打头。阿加维进化打头，比较多补比较多。我知道了，刚好四只。这感觉要直接这个吧，吹了。奶，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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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三点。然后等等可以做双生，暴尸魔蝎，艾瑟拉。艾瑟，哎，不，艾瑟拉，对，按摩女将，收到，收到，什么机物？扛住啊！也就赢了，赢了吧？那款游戏真的蛮神的，真心觉得。哎，右手伏命之锁，一代米坑地哦。上吧，艾瑟拉，哟，无声，是不是？你领取奖励，斑比最强牌组。超牌抄起来，好不好 ？AOE 重点，然后有阿梦选阿梦，阿梦有够强，然后各种自残。叔叔，我猜对了，小河蟹太强了吧！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我是玉峰叔叔，我们下回见哦，拜拜。